要喝一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唱些唱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，快乐的歌，厉害的歌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。就带走我的烦恼，当我还只是个凡人，让我慢慢品尝我的感冒，然后再一次的黄昏，双手抬头等着目光干扰，人的主角变得慢很，让我外国歌的声音传到我的世界，那个万人来吧，更大的伎俩，更大的欲望，更大的狂喜，更大的沮丧，一人的房里没人察觉异样，更大的需求，更大的比战，更大的风险，每块人们贡献，更窄的风险，每个神的宫殿，更大的梦魇，更坏的封面，最后的晚餐，煮酒的庆功宴，哪能看到烈日高挂的方位，也看到烈士高挂在堡垒上，所有的子弹和药罐是常备，死亡是壮烈的，人们都会忘却。Don't talk shit to me now， 听够的 bullshit， 耳机里的低噪，文明的记号换来的结果，挂着病号，我是传奇的邪兽。First I wish you long live， 奈落的至宝 I need to go deep， 太多的思考，太艺术的通病， Then let me hear you all sing。 First I wish you long live， 奈落的至宝 I need to go deep， 太多的思考，太艺术的通病， Then let me hear you all。 不要回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唱些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，快乐的歌，悲哀的歌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。Man down， 我是比干，太多的灵感未能停产，视线过多，使人自不其短。Go， 天葬，师傅的呢喃，师傅的集团，别为我鼻酸，笑吧笑吧，既然真相。画出更好的版本，画落更糟的攀登，不再去看的，像魔宗教的缠身，去咬破压过的房门，不断在不解纷争的优秀里显现本身。我变得完整，变得太完整，温柔而残忍，你会见谅，而我会变得完整。I am a better version， I am a better something。不要回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唱些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我，快乐的歌，厉害的歌，请带领我，请代替。也行。哇，有那个麦克风牌没有办法唱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这个，因为它会卡到你，不习惯，手感问题。对啊，手痛。手痛啊，手痛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也需要手痛。三哥，刚刚怎么感觉？很爽啊，就是其实，听现爽，我觉得比较爽、欸、真的，就跟 CD 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。CD 可能太细致了，对啊。然后我在，因为我天堂这首歌，我看 YouTube 嘛，然后我在边看，因为没有歌词，我就直接找歌词在看，然后这样，就是。一时间真的很难消化。那今天如果你在现场唱的时候，后面有歌词在打出来的时候，这样边看边看，哇，就会很投入进去。所以他一直在提醒你要顾到不同世代的一个需求。对，我很需要有字出现，字幕，不然不知道自己在唱听什么。这有要列入任何的那个制作上面的考量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在做歌会，开始比较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毕竟也。出道三年了，是，对对，开始慢慢，然后也有一些知名度了，然后就会开始想一些跟创作没有关系的，像是这首歌投入了多少的资源，那他要换得多少的，是多少的成果回来这样，然后跟我的 vocal 唱怎样会让更多人接受，然后我的词要写怎样会让更多人看得懂，因为。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、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歌词太难以理解，因为我抽象吗？还是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，我的东西，你如果要真的很有共鸣的话，可能是你第一，你可能过得不太好，然后第二，你可能也对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才会。很喜欢我的作品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然后，但我现在就会开始去想，一首歌的功能性是什么？因为我现在会觉得，
我觉得音乐就是商品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件，就是抛开你所有的浪漫层面，音乐就是商品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做这个职业的产出者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音乐有它的功用跟受众，商业模式的考量也开始纳入了。对对，每个人会买的商品跟口味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就会去会去多想一点这一方面的事情。对，但是现在再看回去以前的作品，就会觉得哇，那时候其实没在管的，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认现在比较厉害了。我的确啊，一直在成长嘛。我相信歌迷们应该也有目共睹嘛，看着他成长。对，我相信的。但是厉害是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他们。就是我大概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改变是好的吗？就是你问他，厉害是好的吗？改变是好的吗？就是你。然后有时候这个过程之后，你会经过一个翻滚啊。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要找回初衷，因为你太多讯息、太多变化、太多的，你最后觉得原来那个最初的自己那个心啊，那你觉得最重要？那你觉得对于你而言，你的初衷在停留在几岁？刚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吗？应该不是刚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，应该是也许是第一张专辑、第二张专辑的时候。那你觉得你有找到吗？你有找回来吗？还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没办法找回来，因为大家有时候小过完用 program，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。干嘛提死人家啦？对，就是这就是我在讲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电台没有听 click 嘛，对，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 program， 就是吉他音箱，就吉他、贝斯、鼓的声音，这样就去了。那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，它有太多辅助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些东西了。那我想回到以前，大家也许是复古吧，或是比较纯粹的时候那个样子，就是比较自由，对啊。我做且且这一张的时候，我有很明确的几个目标想要达到，然后我觉得我都有好好的达到，像是我觉得精致、正确，跟就是更白话一点。这三个点是因为他是在写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，然后我觉得如果再像我以前那样创作的话，会让我觉得不会让更多人听到，因为他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 loading 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我尽量把它写的精致正确跟白话，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，然后这才有我想要讲故事的就是的意义，来接触得到更多人。对，但是我这样专辑做完之后，我觉得我这三个方向我都做得很好，我也很理智的在做这张专辑，但是做完之后我蛮长一段时间在反问自己，像是天葬那时候我写完的时候有个 demo 版，然后我现在回去听 demo 版跟正式的完整版，正式的完整版很精致，混音很完整，然后整个都很好，但是这样跟 demo 版听起来真的比较好吗？就是会陷入这种改变是好的吗？那我觉得我一辈子不会，就是在那个当下，永远在每一个当下，你都没有办法去知道改变到底是不是好的。但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我当初设定的目标我有达到就好，我觉得我对自己有交代了，然后。我觉得这些改变是好的吗？这些就是事后要看一些成效，但我事后已经不在那个状态了，所以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就比较不会再纠结这件事情了。对，其实到时候，因为你现在才25岁，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哎，不一定哦。哎，我希望咯，不然他们难过呢。他们应该会一直想要陪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，但是其实呢，我觉得音乐啊，每一首歌、每张专辑，可能就记录了自己的成长。让山歌部分，刚刚其实我觉得你提到一个，毕竟是摇滚乐团出身，我觉得你很珍惜那个有机当下的那种化学反应，每一场唱的音有没有到，节奏有没有怎么样，有没有跟 click， 这些都不重要，还是要到。No， 好好，我们尽量努力。但是呢，其实那个有机，其实又是每一场很珍贵的部分啦。尤其现在练团时间大家这么少，
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在练团的时候才能碰撞出来。嗯，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最珍贵的。对，那比起现在大家用 email 这样子或者 Dropbox 这样丢档案这样上去，很快，可是就少了那些过程。过程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对，是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不可惜了，因为听你唱这么多首歌，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要带来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赶快来听你的演出。啊、没错，因为呢，时间这么赶吗？对，非常哦，对对，你知道吧？你给他唱快一点哦，你要再刷快一点，刷快一点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慢慢唱啦，好好唱。因为呢，很重要，每一场演出都很重要。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什么？想要淋雨的人。哦，想要淋雨的人，五年前写的，可是我现在心情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怎么样？那个时候心情？那时候觉得淋雨就很浪漫嘛，因为二零会感冒。对，会感冒。第七张专辑的时候，那时候帮我们设计封套的设计公司又说，把我们歌词都看了一遍。他说：“啊，你们的歌词里面有好多风，好多雨哦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对哦。”然后可能就是有被这个受到暗示吧，所以又写了这首歌。雨而言呢，对啊，是开头了什么一大堆的。那歌词里面有歌名没有，也许没有雨了，但是就是歌词里面有提到雨。他为什么想要淋雨呢？不知道，就突然就想要淋雨的人，有这个六个字出现，我就想说用这个歌名来写一首歌。因为太白话了。白话哦，对，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很想追求白话。对啊，那我其实如果以我现在的想法是，我是想要躲雨的人。真的、哦，不要淋雨了啦，不要在那边潇洒了。很冷、啊，很冷呢、啊，会感冒。好啦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演出咯，来。非得到最后才能心甘情愿地放手，假装没什么，假装忙得要命没有空。让你难堪的，后来难以想象的角色，曾经也给你好多精心装扮的快乐。啊啊啊啊！当个白眼等待雨水落下，天空快下起大雨吧，因为我全身在。如果活着就是要不断地付出代价，我该如何继续装疯卖傻？天空快下起大雨吧，我全身沾满了泥巴。天空快下起大雨吧，你是我们哭泣的模样，我们都是想要淋雨的人，我们都是奋不顾身的角色。天空快下起大雨吧，你是我们哭泣的模样，你是我们哭泣的模样。谢谢。